哎呀，那要年纪点，他来一直算的，要年。 啊，这是要做媒人啊，安怎？做桃花啊，我有时也是演媒人婆啊，无唔对啦。吓，今日是做桃花啊。所以今日是做桃花，所以你念咪嘛有跳舞啊，你对吗？也有，也会有这个跳舞的这个动作。阿兰在场，够有听讲够有一个叫做陈州阿公。陈州，哦，挥手一下，好，我们来来边阿姐，探听点啊，就是准备的时阵。 好好好，来讲一个，你即届这是啥物乐器？咱这卡弦吼，较早就拢有啊。哦，那做玻璃、做瓜也拢爱这口这个卡弦。哎，卡弦吼，所以卡弦，卡弦，啊，这是用德国做的吗？不是吧？这是插头吧？是普通是用这压机壳，压机壳。哦，压机壳，椰子壳诶，各位实在太赞了。 这张优能箱来听看卖不？你独奏，独奏这声音是安怎？咱来看一下。耶，袂歹哦！谢谢我们的包袱的汉乐团，我们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场的试音的动作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来自我们包袱汉乐团。他们其实呢，常常出去做表演哦，然后呢，也帮。 他们竹山的中正里包袱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获得很多的好人缘。我把麦克风交给我们常常出外呢来做这个主持的这个老师呢，继续来为大家来介绍。彭华山崔姐，谢谢我们的包袱汉乐团，谢谢我们的主持人。汉乐团全体起立，耶！敬礼。 谢大家热烈掌声！谢谢热烈的掌声。我们是啊，先欢迎游客们到这个2014年南投的灯会来。我们是来自竹山镇中正里包埔社区的汉乐团，今天能够来参加这里的演出。 让我们全体的团员都非常的高兴，诶，看得出来哈，我们年纪都很大了哈，很大，平均年龄差不多有80岁，所以待会儿演出的时候，如果有欠周到，我也快80岁了哈，请多多的包涵与指教，谢谢各位。啊，那么我们的节目现在开始，第一首曲子是。 七字由林明昭演唱，汉乐团，请。 七字啊，台湾话叫做七字啊，这是较属于汉家的吼，咱较恁较少年的拢较无在听啦，老一辈的人拢较有在听。 哎，请开始。
哎呀，罗德，哎呀，罗德，哎呀，罗。
着我们家老人泡泡啊，金多虾啊，再下来是唱歌十二丈扎鸡灯黄梅小姐，请。也不错，哎，它是 一种民俗的跳舞节目哈，叫做掐鼓，台湾话讲掐鼓，就是车鼓，车鼓由魏碧柔、陈周、林林昭一起合演，请掌声鼓励。那个是我放盘路，放盘在身躯，啊，坐坐较重。放盘这有意思哦，放盘这拄啊拄啊的运动哦，扛扛拄啊拄，也会愈加老会拄。
进去，啊，坐坐踏踏，放宽些的有意思哦，放宽些，有啊有啊的欢乐哦，感叹有啊，听的是啥老话句，我只有那家里有啊，放宽些进去，啊，坐坐踏踏，放宽些的有意思哦，放宽些。这款嘞真少，差不多就要失团了哦。刚才我这团了，差不多就这样那个窜落去俩，哈、哦、啊！在下一个节目是唱歌、唱歌、相思灯、休息灯，这大家拢真爱听。汉乐团请毛丽明小姐请演唱。节目，这个节目就是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
啊，夫妻赶牛下田，啊，带遐烧包，哦，啊，跳来跳去，唱来唱去，啊，嘛在犁田，嘛在种稻，啊，嘛在趁钱，哈，啊，叫做什么歌？牛犁歌，牛犁啊，光爱恰。和咱的感觉真欢喜吼，真欢喜哦！谢谢各位，谢谢老师，起立。真的谢谢我们的包袱汉乐团。祝各位赏灯的游客们快快乐乐的赏灯，幸幸福福的回家团圆。拜拜。感谢老师，谢谢来自我们竹山的这个阿公阿嬷，谢谢你。